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珍。今天为各位带来是红彩六号的 beta 测试。对，今天我们打的模式也是我首次打的模式，是跟 BOT 的恐怖分子作战，互相的作战这样子。因为我第一次玩，所以我选的就这些好了，就直接先玩玩看，赶快带给大家一窥里面的样貌。现在目前我们是等其他两个同伴选好角色以及装备，对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还差一个人，他跟我一样都是选 SAS 的兵种，其他两个好像因为玩的其他一个另外一个人。就是我旁边的 IQ 这个玩家，好像选的角色跟我们不一样，应该是等我们之后解开金钱呢，还是经验值就可以了。然后其他人都是跟我一样，都是 SS，只有这个 IQ 先生，这是应该是女士，因为这是女角 IQ 女士，而且是德国的特种部队。OK，我们要进行。现在我们在正上方有22名的恐怖分子，对，要我们敌人应该在这个豪宅的四周，所以我因为是第一次玩，我们跟着同伴一起攻击，因为他有盾牌我没有，然后他要炸门，就等他。Go go go，clear，跟前方，跟前方。丢一颗闪光弹，Rush Band，OK，进攻进攻，哦，我干掉了一个人哎，各位，我今天杀了一个 BOT 枪前方，抱歉，因为门很小，所以有时候会打到同伴自己。我们先清地下一楼的，地下一楼 clear。现在我要上二楼了，这个别墅还真大。我们要，哦，看到一个敌人，哦，干掉一个敌人了，nice kill，nice kill，看到一个 BOT 敌人，几乎每一步路都要步步为营。看到正前方敌人一只，哦，现在进行散射动作，哦，干掉。OK，我的同伴已经跟我会合了，其他都在进行二楼跟一楼的扫荡。我还是先把这间看看，有一个敌人，还有一个，又干掉了，Thank you。哦，有一个在转角处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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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敌人。Oh nice，又干掉了一个敌人了。哦，真是千钧一发之际啊。敌人现在只剩下3名了，我们要继续清空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步步为营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玩。OK，二楼，哦，我们同伴已经帮我们干掉了。OK，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德人的击杀，哦，他待在了车库里面，傻傻被干掉。今天这一场也是我第一场。玩这个红彩六号的 beta，我杀了6个人，一次助攻，对，还不错啦，对，排名第二，然后我升等了，我希望能之后能，我再研究看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玩，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有足够的分数能升一些武器啊，还有解一些角色人物这样子。OK，现在我们进行下一场，但是我们先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